随着《呸呸天竺鼠车车》第二季驾训翻篇的播出，官方也正式推出了第二款手机游戏《呸呸天竺鼠车车心动驾训班》。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点击操作可爱的天竺鼠车车前进或停止，在关卡中收集胡萝卜，邀请路上的其他车车一起前往终点。途中还有机会遇到迷你游戏，像是动画中的剧情问答或是拼图般的益智游戏。想获得新的车车，除了透过转蛋，还能够参加锦标赛，获得第一名就可以拿到新的车车喽。收集来的车车还能在照相模式里拍出各种可爱有趣的照片，各位粉丝们千万不要错过啦！